刚才洪柱同志主持词啊，已经讲了。这次我们这个举行这个培训班啊，最重要的呀，是我们这回啊，全覆盖组织建设之后啊，现在组织建设还在正在继续进行之中，啊，哎，如何把这个贯彻十八大、十八届的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啊，如何真正把，对吧？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学习好、领会好，是吧？这是我们这次培训班的最主要内容，是吧？因为大家来自各个战线，说实在的，有的人也从来没做过纪检工作，是吧？纪检监察工作没有做过，是吧？应该说呢，进行这个培训，认真的，大家认真的学习啊，领会中央的精神呢，然后把自己的定位做好啊，这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这次培训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啊，常委会啊，是高度重视的啊。我呢，比较早的呢，哎，就自报奋勇，说这个班太重要了。哎，我到时候啊，我要做啊，我要讲第一讲，是吧？第一讲我原来准脑子里面有个思考，是吧？后来我看了一下啊，是吧？后面我的副书记们的讲课啊，基本把我想的讲的呀，基本都讲了，啊。后来我就想，我说最后啊，我自报奋勇，最后我找不着自己啊这讲话的位置了，是吧？应该说啊，我们各位副书记讲的专题啊，都具体的体现了十八届中央以来，对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是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吧？和监察部就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作为专题的宣讲，也体现了我们中纪委啊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的精神啊。后来我一想，我这人反正就这样了，是吧？啊，那我呢就讲也讲啊。啊，我就想，我就讲一下我们这个常委会啊，对吧？在十八大以来呀，在学习啊、领会啊，哎，贯彻落实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哎，从某一个领域切入，哎，然后呢，哎，做一个讲话，对吧？这个讲话不长，对吧？但是呢，是吧？试着讲出来呀、啊，哎，看看大家这次培训过程中啊，和自己的学习啊，能够结合起来，是吧？我们现在这个，对吧？看一看毛主席那个改造我们的学习，对吧？那篇著名的文章，是吧？我们的学风啊，是要改变的。我们的学风的改变，最重要的还是要恢复我们党啊，学习啊，要和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啊紧密相连，是吧？今天我想讲的就是从一个领域切入，是吧？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现在大家对这句话已经越来越耳熟能详了。
几乎我们的所有的报告结束语啊，正式的报告啊，基本上都有这句话啊，对吧？所以呢，这句话说起来，对吧？好像是，对吧？耳熟能详了，对吧？但是呢，怎么把这句话真正的领会，而且把它放到历史中去，啊，去思考。我这一段呀、啊，哎，突然想起啊，啊，就是毛主席呀、啊，在1949年呀、啊，中国政协呀、啊，哎，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说的一句开幕式上的一句名言。这句话说真的都知道，占人类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我估计没有人不知道，但是这句话想着好像很普通，但是仔细我想起，我说这句话来之不易，对吧？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对吧？第一，中华民族5000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啊，我们曾经啊，哎，有过我们辉煌的时代，是吧？我的学习总是在思考这句话，联系总书记提出来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吧？其实啊，我的一个感觉啊，5000年绵延不断的灿烂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这在世界上是在全世界是最具特色的历史啊，在世界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有很多文明没有历史啊，咱们讲的玛雅文明没有历史，印度的文明没有历史啊，啊，古埃及的历史也没有绵延不断的传承。真正有绵延传统的是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就是以地中海文明，所谓古希腊、古罗马，是吧？啊，最近我还跟这个外宾在聊的时候，我说，哎，跟美国人啊，我说你们老说美国人就200年历史，我不同意，是吧？美国的历史文化传承来自欧洲，我说你们可以说是地中海文明，啊，这个有文明还必须具有历史，它是什么？有前提的。你看现在考古发现了玛雅文化的很多历史，是吧？古埃及的很多东西，是吧？是吧？韩生同志，你这外交部的说的不对，你这个啊，里通外国，你可以提出来啊，是吧？啊，是吧？实际上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标志就是说，它必须有纪年，而且有文字的记载和传承。很多文明断了，没有记载，完全现在靠考古发掘在恢复。啊、嗯，你看中国也曾经有过啊，中国到现在人说不清楚这个西夏国，哎。历史上有这个西夏国，也有西夏文，哎，现在变成什么？变成考古了。
为什么说古希腊、古罗马，它这个历史文，它算是一个有记载的历史文明？就是什么呢？就来自于古希腊的希拉多德呀。这个人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做《历史》。啊，这个人大致在公元前五世纪，是吧？我个人的这么一个思考啊，哎，有的人说，哎，相对，日本人说，相对于这个中国人啊的文明的传承和希腊差不多，和这个地中海差不多。那希腊，他讲司马迁，我说那不对。啊，真正中国要说有记载的历史，要从孔子算起。春秋嘛，你看咱们春秋，孔子说的所记的叫春秋笔法，司马迁都是以春秋笔法为著称。哎，历史的记载咱们现在最早的都是，哎，应该说从编年上来讲，应该说我们有，是吧？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公羊春秋，当然这里面占主流的是左氏春秋，所谓叫春秋左传，司马迁呢实际上继承了这个笔法，写了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叫史记，所以呢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文化还特别奇怪，绵延不断。承继下来了。我前一段到河南那个安阳啊，看了一下殷墟啊，说像这中国这个甲骨文啊、象形文字啊，以至于一直传承到今天的中国字啊，都能看出来中华文化的从文字上的一脉相承的传承，这在世界上可没有。包括地中海文明，古希腊语到底是什么啊？将来你们可以查，没什么，没记录下来啊，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是拼音的，我们是什么，对吧？表意，他们是表音，他们的文字是表音。哎，试想中国啊，如果说要表音的话，中国得多少国，就说得有多少种文字，是不是？洪都同志在浙江工作过，你说那温州语，我的妈呀！你温州语整个浙江人都听不懂，我在广东工作过，汕头话，广州白话，对不对？是吧？我不通，相互之间不通，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传承啊，绵延不断，生生不息呀，是吧？这是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不朽的传奇，是吧？我们叫做中华儿女啊，中华的子孙呢，对不对？所以我想呢，在历史上，应该看到这点。我也记得有很多，包括我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学历史啊，就喜欢什么呢？就喜欢这个，看古代史，然后甚至呢，一直看到唐代都觉得特过瘾，到宋代就觉得有点问题了。最怕学的是什么史啊？最怕学近代史。咱们这近代史断代啊，一断就断到哪儿了？1840。
这1840的历史啊，就看着呀、啊，心里面就纠结也郁闷，是吧？难过，是吧？鸦片战争啊，是吧？用当时帝国思想叫一个醋碗小国，哎，怎么就，嗯？哎，也就700人嘛，哎，就把中国的门户打开了，割地赔款，是不是？对吧？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中英战争，对不对？人家炮舰就能顺着海边一直往北走，然后进了淮河，上天津，啊，在浙江是。打哪儿是哪儿，嗯，啊，其实没多少人，然后再下，是吧？中日甲午战争，现在一看这甲午海战，是不是？啊，然后是什么？日本和俄国在东北打仗，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两个外国打来，然后抢什么？抢中国的利益，对不对？进而呢，是吧？我们再看，是吧？啊，所谓的，是吧？一次大战胜利之后。作为参战的中国竟然在凡尔赛协议上，哎，胜利国凑在一块儿，啊，把战败国的山东的利益交给谁呢？哎，交给了日本，这不就爆发了五四运动所谓卖国耻辱的21条吗？对吧？前世不忘后世之时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际上从1840年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和中国广大的人，中华民族就从来没有甘心与我们被动挨打，从来都想恢复我中华民族的强盛。为此，对吧？应该说，学东方，学西方。那时候，所谓中国的留学生啊，是吧？就开始到各地各国去学习了，啊，有时候要学法国的。有要学英国的，有要学美国的，啊，这就是当时，所以说，志士仁人，啊，中国人当时还不是说内忧啊，外患不断，丧权辱国呀，是吧？至于在中国要建租界，是吧？租界里的公园竟然挂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标志性的。啊，西方列强的人在中国犯了罪，不能由中国的法律制裁。啊？如果放在这个历史的回放中，我们不能忘记啊，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与毛主席在天安门用了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啊，我又联想起后面那个碑刻碑文呢，由周总理书写的，实际上正写的名义啊，讲的什么？讲的就是1840年以来，
都支持文人的，啊。那么你们想一想，啊，为什么毛主席用的是人民英雄啊？实际上就是他囊括了整个中国，啊，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英雄，啊，为中华民族的强盛、独立奋斗的英雄，是吧？说真的，我和一些同志们讨论过，我说你看主席还真有眼，他没有用革命英雄，对不对？他用了个人民英雄，和背面的碑文正好配合起来，然后和整个那浮雕配合起来了。你看那浮雕，从什么？从鸦片战争，1840，对不对？整个那浮雕写了中国近现代史。所以我们学习总书记讲话，大家都说总书记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不对？啊，引领也有那种什么，是吧？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啊，什么叫强烈的历史感？你们要把总书记系的讲话看一看，他大量引用中华文化、历史文明、历史文化中的灿烂的，啊，篇章，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充分的体现了，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啊。所以我们现在学总书记讲话一定要和历史把它放在一个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啊，放到什么1840年以来，其实中华民族已经就在开始了伟大复兴的斗争。什么叫复兴啊？啊，复兴这个词儿是什么？恢复兴起啊，那就是说中华民族曾经是站立在全世界，我们的历史的大部分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名列前茅啊！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啊！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啊，我们哪个方面不是名列世界？啊，人类史的，我们曾经长期的占有领先的地位。啊，我讲的恰恰是农耕文明为主的时候。我们是在前列，我们落后就落后在了工业文明这个阶段，是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的确立，我们把它放到历史的环节中去考虑，啊，未必啊。这样的思考啊，对吧？可能更能够深刻领会，对吧？那么，伟大复兴，伟大复兴靠什么？这就是刚才历史证明，在若干探索、实践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过程中，最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
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啊，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因为有的时候我也能想到，秋瑾算不算人民英雄啊？徐锡麟算不算人民英雄啊？我说毫无疑问他们是人民英雄。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最早的国民党，在推翻满清腐朽政权的时候，是不是人民英雄啊？毫无疑问人民英雄。对不对？是吧？你可以想见他们的主张。那最后呢，是我们五四运动之后，一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小变大，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历了抗日反法西斯的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出了这句话：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主席说的话原话啊，从此站立起来了。哎呀，经历了多少年呀？1840到什么呀？1949啊，整整109年呀。这个历史我们对我们理解我们这个党，对不对？是吧？理解我们的人民英雄们，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更重要的在党领导下的，今年是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将迎来66周年，66周岁。你们翻习近平总书记这个系列讲话里有一篇前30年后30年的讲话。洪总，我记得是在党校讲的吧？是，是不是？那篇讲话引起了很大震动。我是认真的聆听，而且是很好的思考。我联系历史的实践，现在我们有些人把前30年和后30年对立起来，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跟有人讲，我说我们的民族工业化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建国开始的。我们可以说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就改革开放前，我们已经拥有了比较完备的民族工业化的基本的基础。咱就不说别的吧，大家稍微了解点历史，1到8级部，8个机械工业部，对不对？怎么分出来的？别说，好好的认识一下，我们这里面有驻部的纪检组组长，你们知道吗？
工信部的同志应该能说清楚吧？啊，对不对？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天，把原子弹爆炸了，啊，更可贵的有很多人没认识到，但是我的历史思考里有这条。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这些人是谁培养的？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后。我就听很多，甭管是工程师还是科学家，我说的是解放后上学的啊，也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啊，他们都跟我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根本上不了大学，别说当工程师了，对吧？我别说上大学了，连高中都上不了，对不对？很多人都是靠什么？靠当时党和国家的助学金呢，是吧？我估计在座的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还有这个知识，起码了解，起码比我们再大一炮的，比我再大一炮的人，很多人都想是都知道。我就听他们讲过，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上不了学啊。再我给你们讲农村，现在都提这个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啊，我确实参加过80年代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啊，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毫无疑问，是吧？从体制和机制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于农村，是吧？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有很多人就说了，哎呀，这当时啊，是吧？如果刚解放包产到户就好了。我认为你缺乏历史的知识啊。最近我们和一些同志们还在谈起啊，中央的同志们，我们一起聊啊，聊起，我是深深知道，如果没有30年大兴修水利工程啊，是吧？那天说起来南水北调植树嘛，到那个南水北调团城湖那边去植树，中央就说起这个南水北调，说起丹江口水库，还有你那个浙江的西安江水库、什么时候修的？1959年。同志们，我前一段到河南看了红旗渠，什么时候修的？最困难时期修的呀，对吧？如果没有那样的水利工程，我还想，我说幸好修了，那时候修说淹谁就淹谁，说拆迁就拆迁。湖北的同志都知道，西安江的、浙江的都知道，那水库淹了多少，有的是整个县城被淹了，两个县后来合成一个县。请问现在再修这样的水库，你们想一想啊，得什么成本呢？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啊，对吧？这是一个前提啊。还一个前提呢，同志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就是13套大化肥呀，还有毛主席提倡的这个农业的那个八字方针啊，土肥水种密保管供啊，农村的教育，农村的卫生，
史上血吸虫病从来是长江一带的隐患，结果血吸虫病竟然被根除。你知道这是多重要的劳动力素质啊，身体素质啊，啊，是吧？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还不如一些境外的老华人啊，他们有的人说真的，包括台湾的，他们回来以后都不相信呢、啊。我说的不是现在回来啊，我指的是70年代刚改革开放初，就是七八七九八二年代初啊，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农村能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农村是凋敝不堪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啊，是想死。我那次看着这个，我说上一届我这是老看着这个咱们这个外交部啊，就为这个伊朗拥核呀，朝鲜拥核呀，哎呀，对吧？你看那个美国呀，就盯住了。哎，我记得我们大家有时候议论时候常说起，说要不是老人家那时候有远见呀，在那么困难的时候勒着裤腰带呀。17年没涨过工资啊，同志们，啊，我们愣是把原子弹、氢弹给搞出来了。那时候谁管得了中国啊？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现在要发展核武器，我看这问题还大了呢，是不是？没有核武器，说实在的，这个东西毛主席从开始他就说了，哎，我们不首先使用，但是我们有和没有不一样啊。当时的陈毅外长当时兴奋地说，有了这玩意儿，我这一说话腰杆就硬了。嗯，杭生是这话吧，对不对？苏波同志，你在工信部干这么多年，你想一想嘛，历史的回放嘛，现在的年轻人还穿越，我说你们好好穿越穿越中华民族的历史，你们也不至于最后变成历史虚无主义。月亮是人家的圆，你们也不至于没有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也不至于没有对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的这种骄傲、自豪和自信。是不是这样？而这就要说到了改革开放。实际上我们经过了建国30年的探索，我们发现了我们存在着，是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存在着体制和机制的障碍，啊，存在着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啊，我们政治决定论上了。走上了什么？走上了一种荒谬。所以三中全会就是起到了这个历史的转折，建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再一个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什么呢？和4项基本原则，那不就是邓小平理论吗？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念稿子的时候，这个邓小平理论啊，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到今年说真的七八年算起，对吧？到今年呢，37年呢，对，37年，然后再回头看这个理论，我的妈呀，它被我们实践所证明了，竟然把13亿的中国人过了什么温饱。基本实现了小康，在这个过程中，全中国人民啊受益，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啊，原来物质文化都谈不上了，啊，想想那个粮票、副食本啊。是吧？这是我们现在都经历过的啊，就现在台上坐的、底下坐的不少同志都经历过的。曾几何时，现在谁还能记住粮票？粮票都进了博物馆了，现在能把全国粮票、所有粮票都积累起来的人，跟机油票一样的。是不是？我请问，在世界，毛主席说占1/4的中国人站立起来了。我们经过了50年的奋斗，啊，可以说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而基本实现了小康。我平常讲衣食住行四个阶段。90年代我给外宾讲那个温饱小康挺费劲，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嗨，中国四个字，衣食者温饱也，再解决住行就是小康啊。你们想想吧，现在咱不就全围着这个住行吗？什么高铁、航空啊，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以至于农村叫什么村村通柏油或者水泥路，叫硬面啊。我们这些同志们在地方工作都知道，以至于现在中国人到了美国，我不就看着人家那个路啊，但反而又产生了一种虚焦气，说他们太落后、太破烂了，以至于现在孩子都觉得说，你们到美国没有你们说的那时候那个新鲜感呢。说真的，我第一次去美国，我这个飞机上在洛杉矶飞的差不多，说要降落了，下面灯火一片，整整是半个小时，我简直觉得就好像进了什么。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而我上一届说真的去几次美国，我感觉美国确实基础设施完全的破败，真是，对吧？咱们现在高速路已经都修的都超前了，是吧？有些高速路修的说实在没车啊，车流量小啊，交通部纪检组的同志应该了解这条啊，是不是？我们把子孙的事都干了，对不对？是吧？但说真的，干得越早越好。只是为什么呢？越晚越干不成了，就是拆迁、赔偿，拆到谁家谁不干。
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我还是赞成的。我说妈，基础设施搞了，总归惠及后代子孙。现在他就是没车跑，将来一定需要。伴随着发展，那肯定需要啊。但是呢，起码把这路给占上了。它是路了，谁也不能在这上盖房子了吧？对不对？你看日本这国家，机场堵死，但是它的机场二高速，20-30年没建成，就是因为拆迁。啊，我说现在别太埋汰中国共产党的拆迁的同志，这些人在历史上也可能人家还在记你，啊。虽然有点野蛮吧，对不对？做的什么不够细致吧，但是他还是，是吧？把这些东西给修起来了，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你看改革开放和前30年、后30年，我们37年，我们再来回味中国人站起来了这句话。你们再去联系18大确定了这个五位一体的建设，对不对？再去联系讲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再去联想18大所讲的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3个自信。理论的、道路的和制度的自信，是吧？坏了，讲长了。没事，是吧？上午没有别的内容，就这一个。我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我们大家学习啊，18大呀，3中4中啊。学习中纪委的人一定要把我们的历史，把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东西和历史联系起来，这是我讲的一层意思。再一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我们这个伟大复兴中在实践的探索中与时俱进提炼出来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核心，也是这个历史能够证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这条道路走不通。本身这条道路的制度、自信啊，这条道路的确定，所以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本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条我们要毫不动摇啊！无论从我们的理想、信念到宗旨，也无论从我们的路线、方针到政策，中国共产党始终应该说在坚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才确立了200年18大，一个到2020年，实际上就是
我们党建党100周年，全面实现小康。刚才讲的是基本，是吧？然后2049，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岁百年，然后就是伟大复兴，就是从2049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全面实现现代化，那将是更长的历史征程。用小平同志的话，几代、十几代、几十代。后来我一想，13亿人要都实现现代化了，啊，那确实得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是吧？那么我们面临的危险，我们面临的挑战，18大报告都说清楚了。而你们在看总书记的讲话，实际上无一不是从结合18大的精神，联系当前的实际，以习近平为总书记，党中央始终把脚步踩在这个点上，坚持着这个方向道路和我们的基本制度，充满着这种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而且决绝的证明历史的辩证的而且大量的对照来说明，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西方那套东西对中国水土不服。哎呀，这个政治定力啊的坚定性啊，我们党，特别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一定应该从历史和实践中来建立这个自信，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既然是中国共产党是本质特征那么说句实在话，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所以你们最近呢就要考虑这个18大的五位一体，和最近我们都在说也都在念甚至也在实践中在贯彻的4个全面的战略谋划，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目标，是第一个百年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2个轮子3中全会4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最后第4个全面从严治党，而这个全面是对前面3个全面的保障领导。是不是应该这么看，这么去理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作为执政的党人家说中国的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我看这句话没错，我们应该敢于直面地说这个话不可否认的现实嘛，对不对
所以全面从严治党。那么说句实话，我们在座诸位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承担什么呢？是吧？这我得把党章给你们念一下。党章第八章第44条，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记住啊，党章是咱们的任务，维护党章和党内法规是咱们的任务啊。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哎，很重要啊。什么叫纪律检查委员会啊？同志啊，是吧？对不对？那你们各纪检组是干什么的？派出纪检组，各级纪委是干嘛的？这党章里规定的。然后呢，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这就是党章，你们不是这次学习吗？将来这谁他们都要讲课的，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定位问题啊。那请问我们原来的有些纪检组都干什么去了啊？对不对？是吧？一个个都当了副部长，是吧？然后基本分管着业务，当然也有的分管着党务，分管人事的，是吧？商务部的王和民来了吗？来了啊！王和民就分管人事，因为身获一把手的幸运呐，对不对？对呀，一般这分管人事不容易。那时候这高古城跟我说不行，这王和民得分管人事。我说你真信任这我们这纪检组长啊？当然上一届我还分管商务呢，对不对？我知道。哎，我们有些同志说真的，纪检组长得当什么副主席呀、副行长啊、副部长啊，对不对？副主任嘛。乐此不疲，结果党纲里规定了我们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倒反而置之脑后。那么哪个机关没情况啊？就这一条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我们中央部门到底大家坚定不坚定？有没有偏离？你能说清楚吗？我们的纪检组长是这么想的吗？说我是中纪委派出纪检组，我得考虑考虑这领导这件事儿，或者是这个讲话是不是偏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有些事儿是不是机关里有些事违反了党章和党内法规？我敢说我们的纪律检查，不是我不是说我们很多纪委的领导同志，连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都没认真看过。党章里有了维护党纪啊。回归原教旨吧，把自己该干的活捡起来，最怕的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嘛，对吧？咱们那个地是谁规定的？党章，党内最大的、最高的法规，这将来有专人讲，我不展开了，这是二中全会精神啊！
现在大家都不提二中啊。我告诉你，我们当时中纪委常委会学习二中认真着呢，是吧？因为二中全会讲的是什么？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啊。所以我们三次全会就讲了一个三转嘛，聚焦主业嘛，贯彻中央全会精神，不是说出来的，是要做出来呀、啊。就跟今天你们坐在这七个纪检组的设立，本身就是36条的内容了，那是一句话呀，一句话我们就在中央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了。啊，你们这七个组长，啊，是三中常委的产物，对不对呀？对吧？你们这个七个纪检组就是三中全会的产物啊！那三中全会一字值万金呢，啊，那一句话就决定了你们今儿坐这儿了，啊，中共中央把你们的工作都调动了，嗯、啊，苏波同志那天跟我说，哎，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的妈呀！我说对不起，我当中央纪委书记还没准备呢，嗯。啊，你们查一下，啊，十八大开之前，啊，出乎党内外、国内外之预料之内外，说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我敢说，对不对？我这句话不算过分吧？对不对？数学预料绝没想到，说王岐山来领导我们。啊，是不是？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谁都想过来，你想他呀？对不对？对不对？实际上就这个，所以我就跟七个组长有的谈话的时候，我说你们就什么都别说了，哎，什么叫中国共产党？党叫干啥就干啥，是你。你当时向党申请入党和举手宣誓的时候确定，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中纪委现在人事变动之前，我绝不和一般的都不和个人谈，啊，都等党组织定了。嗯，我说因为什么？我的历史上好几次，我觉得都是党定了通知我的，没征求过我意见。好像我都把党史翻了翻，好像中国共产党历来这个组织纪律严格的时候都这样的，对不对？啊，当然有的人事工作也是要事先征求，那是另外的事情，也有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是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是必须的，不仅是服从，而且还要好好的干。啊，所以我就说啊，我们这个全面从严治党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哎，和这个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本质特征，然后就决定了。啊，最后我就讲一个，这是前面我已经讲完了，最后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一段我们中纪委常委会啊，哎，越来越认识到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是治个别人，不是治极少数，就是我们纪委的任务啊，就要像党章那样规定的那样，我们要把党的纪律、党的规矩挺到我们纪委工作的最前沿。这是一个可能，是吧？最近有的这个纪委书记啊，省里的纪委书记跟我说啊，哎，咱们这个网上把这个挺到纪律前沿啊，咱们这学思建物啊，这篇东西啊，那家伙有的省里书记全批给常委们都看，哼，他们好像感觉到了这事儿
好像是个信号。其实这个事儿是应有之义。从严治党哪有说管个别人呢？啊，你看看我们现在都改变了多少啊！我们原来纪委不办事就不办事，一办事就是，就叫办案子。说着说着都顺嘴了。一考察干部说这人没有办案经验，你以为我这是办公检法呢？把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混同于公检法是错误的，起码是定位不准确。我们这一届说真的，常委会第一次听叫案件线索，啊，我和洪部啊，那听了我们这个四人小组啊，所以觉得不对呀，啊，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中管干部，全都是案，都是背着案件线索，我谁还了得这个？最后我们一块讨论说不行。啊，说的费事点的准确叫反映中管干部问题线索。什么才能叫案件线索呢？只有中央和各级省委、各级党委批准立案审查，这个线索才能叫案件线索。就这个案件线索和公检法也不一样，它首先是要把纪律挺到前沿，把违纪，因为实践证明没有不违纪就直接违法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违法必须先违纪，所以我们这个先锋队呀，啊，我们一定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定要把我们执纪监督、执纪问责这个本职守住，挺到纪律的前沿，就意味着我们抓的是全党的纪律，而不是少数违法犯罪的人的纪律。啊，这个也有专题，我就不多讲了。但是今天我要把这个话讲出去，啊，因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讲的是全党，啊，因为我们说句实在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这个制度自信呐，西方现在怀疑的我们。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刚才我都讲了，另外我们出现了危险和挑战，而这个挑战主要的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来自于我们内部，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来自于我们党的内部。十八届中央说句实话，就这么一个八项规定，反四风，哎，旨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教育活动，说实在已经试出了人心的向北。而这种对腐败的这种决心、旗帜、立场、态度，也试出了人民群众的向背，对不对？为什么说永远在路上啊？根本就不能容、不可设想，这个事情要反弹了会怎么样啊？你们要注意，关乎到人心向背的事儿，就得一门心思坚持下去，永远在路上。哎，就不能说可能是一阵风，可能也就是搞搞运动，过两天就收了，是吧？我记得八项规定第一年，有的人就问过我说：“你这坚持到什么时候？”我说：“恐怕这有开头之日，无结束之时了。因为一反弹，恐怕要出大问题呀。”啊？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这些纪委书记一定要
哎，对，你们这个次培训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啊，要把总书记这些讲话连贯起来，和历史、现实，还有我们的未来呀。我刚才讲伟大复兴是未来呀，两个百年也是未来呀，四个全面就一个第一个全面就正好是第一个百年。我们先把第一个百年的登过去，登上去，我们才能够不失信于民，因为这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十八大报告，2020年嘛，全面实现小康。现在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着，说真的，干什么事儿就干这件事儿，实现这个目标。而改革和法治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备前提，对不对？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是吧？所以永远在路上的事儿就不能刮风，保持这个定力，不刮风，不搞运动，踩着不变的步伐，这就是五次全会讲的。今天早上我看了徐林一同志写的这个第一次你在这个啊，你们纪检组成立，中办纪检组成立的讲话，讲的不错，啊，徐林一啊，啊，你报给我了，对吧？我批给洪柱和淑贤同志了，讲的不错，啊，大家开始进入角色，啊，我相信我们这个培训班啊，是吧？啊，就要解决一个从思想上。思想联系思想实际工作实际，啊，学习好，啊，啊，实际上就是什么？为我们这，我们的整个全面从严治党，把我们自己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位置找准。啊，工作做实，你看，啊，这个学习班就要起这个作用。啊，总书记可有话，空谈是误国的，是吧？这几年我们从严治党两年多以来在，啊，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的事儿都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就跟我跟外国人说，我说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今天，我们这路是走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那么就像刚才我讲，你怎么想一想人民英雄纪念碑，哈，对不对？想一想毛主席那句名言，对不对？我们真是走出来的。所以啊，啊，我是觉得我们的培训班今后就要这样办，啊，大家可不要凑在一块儿说一通，是吧？表态的话，哎，不重要，我们不是在表态，我们最后实际上是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最根本的要坚守着我们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啊，好了，我就讲这么多啊，就是谈一点想法，哎，给大家呢，就是说为这个学习班呢做这么一点，是吧？哎，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够，哎，哎，对大家有所启发，以至于真正使我们这个培训班办好。我讲完了。